光汉28日前往韩国出席59届白想艺术大赏颁奖典礼，当天他和李帝勋一起担任颁奖人，双帅合体的画面非常养眼，让现场大批粉丝兴奋不已。徐光汉当时在台上表示，非常希望未来有机会可以和李帝勋一起合作拍戏。而在29日，两人也在社群曝光当天的合照。李帝勋发文对徐光汉说：“真的太荣幸了，很高兴见到你。”他同时晒出和徐光汉拿手机自拍以及对镜头比出爱心手势的照片。徐光汉后来也在 IG 标记李帝勋的账号，并曝光多张和李帝勋在舞台上以及在后来拍下的可爱合照。他同时发文写下：“很荣幸能跟帝勋欧巴一起颁奖，谢谢如此温柔的对待。”特别是他还晒出女神宋慧乔上台领奖的画面，以及在颁奖典礼后台和 IU、如允瑞、金钟国等人的合照，每一张照片都非常温馨欢乐。照片曝光后，粉丝除了狂赞他好帅气，也纷纷直呼他这趟韩国行追星成功了。